其实基本上都是去找人吃饭吧，就是我休息之前都是在找朋友吃饭，就是特别是跟 RNG 以前的前队员吃饭比较多，所以每天跟小明一起鬼混。Nice。最近因为这赛事比较紧嘛，就比赛也挺多的，所以我看就看比较少。那就要看的话，就看那个有一部叫《辉夜大小姐》的那个动画。我最近挺久没买手办了，就最近话都是买手表吧。我跟他关系还挺好的吧，因为其实他在加入淘宝之前，我们两个就已经认识了，因为。就我跟他还有小明三个人关系一直都挺好的，然后现在他加入了就多了个熟人嘛，就很常我们会很斗嘴，对的，就很开心。主要我跟杰克就是，其实我从2018年加入 RNG 之后，就一直有在跟杰克交手嘛，就他在 IG 时候跟他交手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会调侃一些以前比赛的东西吧，就很常在那边吵架，就小打小闹的。The hook is going to land from Chris. The flash does come out, but in comes Karsa. Right place, right time, first blood to top esports.